这是两条河流啦，嘿，左右两个河流来在汇合，嘿，一条一条汇合，汇合。啊，开偌济时间来作业啊？什么缘分建着这块土地？这是因为一个因家的迄个林长，啊，我来这带我来这看的时候，叫伊坐在现场看。嗯嗯嗯。伊这本来是茶园，对。茶园哦。对。嘿。啊，大兴讲要卖我1000万，我讲你这国有地那都爱遐贵。嘿。我无钱通甲买啊。嗯。啊，到落尾，我讲安尼啦，你呐要卖我，我300万至400万甲你买，啊，若1000万卖讲。嗯。啊，就照无讲。嗯、经过他一两个月，伊只地主再去找我，讲因兜的祖先甲讲讲，这要互我做火塘，啊，我就甲伊开玩笑，啊，恁兜祖先如果叫你算较俗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啊，落尾350万甲买啊，1000万当350万甲买，几乎三折，欸，整地卡。买人买，看这个骗金了，整地太济。哦，你这地都自己整呀？哎呀，我做这个，搁把个水库啊，再做放生池嘛，以后再放生池。几年啊？偌久的时间啊？5、6年啊。伊本来只鱼啊足少的，拢只细尾一机会，恁等下看落知。哦。拢一两尾啊尔。嗯。差不多来拢原住民一两尾啊尔，啊，我甲做这个水坝开了。真这么小的？它在水河流啊那暴涨啊那流，伊嘛袂流去。因为水上个因个落起。嗯。因个落起，伊嘛袂去流。啊，遐戆呆哦，流啊！我本来放好几千条了，现在流啊，剩你几尾啊？水会淹起来。雨水哦。对啊，啊，原生种就是留在原地啊，放生种放生就留不住了。不是因为哈，迄个膨胀消尾哩。哎，哦，水势来的时候，洞口那个出水量不够消耗了。啊，个无够。嗯。小心。他介绍药草啊，就是自己剪的，我自己剪，好鱼草啦。哦，因讲什么？那因为那老无什么好的时，不是，你看老无什么好的时，啊，都一旦挖地了，那堆啊，那挖的出来。红耳草。那么这边有个据点哈，这是，我当时这边那个，它原本是用水流的，嗯，现在水很。斜度、坡度、机关是错了，我等下做这个，往克拉西亚个做上。嗯嗯嗯。啊，然后这边个加满正几个小型的放进去，所以加这个看，一朵会弄几啊，都别弄一枝会怎么样，会弄。哦，那小枝那就是。对，我很多啦，一枝花哦。一枝花啦。一枝花。一枝花，等一下那边你拍就拍得更清楚。一枝花咪叫一枝花。还一枝花啦。台语讲好多一枝花啦。啊，我遐那个弄一个打坐，迄个凉亭。凉亭哦。龙要做那个龙王宝瓶，啊，龙王宝瓶好，这边好像有好几十个啦，温德莫就有来家修法，啊，他一，然后每个装帐的啊，这个封，嗯，但是浮场的，哦，浮场，所以这大是算浮场，哦，对，这个是，对，可以当，放个几落半年，几落千年，你可以使用的，宝瓶啊，这个封起来，啊，几落来，你来是几落半，几落半来个龙王宝瓶，几落十年。啊，这样所以，阮徒弟也刚偷到来，来遮做龙岩矿啊，